偷偷练习15天，你让唱歌好听到爆。你会开小练声吗？收藏此视频，每天练习5分钟，15天之后，你的音色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了。第一个，一母音的练习，一，你来，一，你来。第二个，开口音阿母音的练习，打哈欠的感觉。啊，你来。啊，你来。第三个，乌母音的练习。呜，你来。呜，你来。这三条练习，好好的收藏，赶紧艾特你的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吧。